我諗呢度都可以略略講嘅，可能有啲大家觀眾都可能略有所聞嘅啦。譬如最簡單嚟講嘅就係、是、雙方都同意離婚嘅，但係都要已經分居咗一年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單方面提出離婚嘅，分居咗兩年。其實依個已經係縮短咗好多時間㗎啦。如果以前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單方面咧要五年嘅，以前要五年嘅。咁啊，以前雙方同意咧要兩年嘅。咁所以你見到唔知係咪隨住？